很久了。被你锁住的门是过不去。家人过来吗？不行，完全过不去，所以这边就只操控他就够。聊天室是不是挂了？没有啊，我看得到聊天室啊，我看得到聊天室啊。对啊，正常的啊，我看得到聊天室欸。原来滑鼠是可以操控他的。有了，有记忆。科学史上最高的奖励，好像很强。他是会，所以这个可以关，这个可以弄掉对吧？应该可以弄掉。有找到电池，这个可以拉，对不对？这个。牛，那是中午时吗？感觉有点像。好啦，先去时间机器啦，来时间机器一下。那俩下水对吧？喵。移动会有残影，好酷啊！天啊，这游戏好长哦，这游戏可以铺很久。哇，好酷啊！等一下，那是 cave 的声音吗？对，它有很多时空，它有未来、过去跟现在，是不是 ？Oh, it's you. I thought we fired you. Still sorry about getting passed over for greatest employee of all time. I'm sure you saw my commemorative photo on the way in. Don't feel bad. My family has been working here for generations. I take that back. Do feel bad. 史上最佳职员一直挖鼻屎。Well, personality must not be a big hiring point. This exhibit features the ancient combustion engine, or as it was commonly known at the time, the Dino Hibernator.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humans used these primitive engines to power everything from toothbrushes to toasters. 这真是旧引擎，是不是？ Ancient man's addiction to toast and teeth brushing quickly exhausted the world's oil supply. Finally depleted, ancient man was forced to find more advanced sources of power. Research that led directly to the modern hover boot design. It also set the stage for the bad oral hygiene fashion craze we still see to this day. 古代人热衷于刷牙和烤面包。这是未来。他们说古代热衷于刷牙和烤面包，什么都没有啊，没用。Remember, hands off the exhibits. 干你屁事！我要碰我就碰，我说要碰我就碰，呵呵。好玩，古老的街机，应该是要拿电池吧？那还是一样。他们等一下，他们死掉了。对，他们死掉了，因为这是未来。他这边就不见了，这时候可以干嘛？这个吗？
didn't pee on him. Haha, 他可能靠关系吧。哦，这大魔好先进哦，好酷哦！可以，酷哦，穿越了时空。过去 prehistory my formative years 美好的岁月 that 这个脸他的祖先哦，到处都是这个脸。 Cave 你怎么会觉得这种时光非常美好，到处都是那个脸呢？谁诶，让他住满在里面。好像是不会的。你屁哦！那道具这个有用吗？没有哎、欸，没有。对，我看看吧，看看这里，出去了。看看这里，这游戏有点难，老实说，我觉得。对了。来自同僚的家奖。这是干嘛？六七。哦。见面了。哦，啊，哦，才掉下去。This will be our greatest creation. Critic not understand fog work. 妈呀！啊 ，need more shape for wheel. 对啊，发明了轮子。这应该是这样的。应该不需要炸吧？但我不把轮子推下来了。龙，我把轮子推下来了。哦，上面了，上面了。哎，轮子呢？把轮子推下去了吗？什么烂轮子啊！刚刚那个还比较像轮子，真是。哦，睡觉了，听到没？圆形啦，弱哎、欸。我帮你把它破坏掉，这种烂东西。请做圆形。很弱，他超弱的、欸。是说要拿圆形的东西给他看，是不是？大家在右边去看一下。对，他不给他那个的话，就一直是这样。也不能跟他讲话。那、啊、它中间那个地方已经弄成圆形了，它为什么外面不弄成圆形？弱哎、欸，来过了，超弱的。这个拿不过去啊！这好难哦。到现在拿圆轮，
现代拿圆轮，可是现代有轮子吗？那有出现任何轮子吗？这是现代，有出现任何轮子吗？把它堵住。讲屁用，没屁用啊！因为这是钟乳石啊，它这个是算，还是会。把先把它推到这边。然后看未来会变成怎样，然后看未来会变成怎样。先看看有没有轮子，未来应该是没有轮子的，应该只有现代才有轮子。然后这个。干嘛？下面是有办法填满吗？如果让过去的那个水一直滴下去，它一直滴，一直滴，滴到未来，这样就会填满吧？这固定在那，你又吃洋芋片，弄死！不知道，燃油，不见了，他们两个死掉了。那不见了有屁用？那过去呢？这好难啊！我现在进展应该是零吧？然后呢？有，没有？古代还没有那个中，就是中乳石的。这东西，来，有，耶，终于有进展了。科学家时空旅行，科学家超强。啊，接下来就是过去啊，我知道了，先去过去，先推那个小石头，这样就可以做出圆圆的。